血腥是杨涵。是人，快点过来套路一波呀！必须的吧。大仙，我爱你。爱我就抓赵云。都去了，都去了。怎么说？啊？你还不如不出沟。你他妈勾搭他一次，我已经狙中他一枪了，你还不办事吗？是谁？你这电稍微差一点的，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这还不得靠我？完了，我死了，哎，完了，有没有高？有没有高？我崩一枪了，就到这儿了。世辰，你这不细节，世辰，你怎么不会勾他的时候按方向键把他往后甩呢？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卖了，卖啥？留得住他，你卖。我让你砍我，放到，我忘记了，他已经死了，我说，哎。你已经死了。我来了来了。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哇，你把我害了。还行还行。折磨他。你这一勾还可以啊。来看我直播。哎，可以啊，你这世辰，我对你刮目相看了，我不说了你啊。再见了，世辰，我觉得你这波挡得很好了。OK OK OK， 我在诱惑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，世辰，你这小钩子，果然是让我在那个眼皮子底下好好盯着你，才能好好玩。啊，完了，哎，完了，哎，怎么说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好，看你呀、啊，看你了，一打三。一打四，一打四。那个装备玩的不到位的，他们说的。你等我装备发一下。他说的那么厉害，现在零杠一。我装备还没成型啊，你别着急。装备成型了巨猛。快点！包他！肉身逼走位，这个不怪你，交给我了。我装备还没齐呢。呀哈！走吧，先生。OK，我的。好，好吸。上了。我真的不能惯着你嘞。
哎，好呀，这一口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哎，可以啊，你。完了，快点，石晨，干大事儿！狙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狙了谁。怎么有个挂机的了？哈哈哈哈完了，兄弟们放心打，后面有一杆强力的狙，我在输出。每一枪都精准的打在对方脸上，兄弟们。怎么说 ？OK。哇，这都行，我对你刮目相看了呀。哎，世辰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点不一样了？啊。你不一样了，世辰。我就知道英雄非常吃 CD 了，老联盟。要相信我，我对英雄很吃 CD 的。我来了，没线，没接到。出那个，别出这个，出来。出那个一样，我是严厉出，我再出个破英雄的，然后把这个专精装弹出来。这个叫是字幕，对，单级的，然后助攻那个被动一般五十都三张。他想让我走，问过我的枪吗？好。可以。哇，真的假的呀？世辰，今天的你宛如战神。可以啊，我的陈。今天表现得很好啊。可以啊，陈，你这玩的有点假呀。这，你确定是？还敢走？还敢走？太恐怖了，陈。我一推他死了，冲啊！完了，九月。这礼物有点漏啊，这礼物。你怎么这装备不穿人呢？研究过了，我要合理利用那150的武功。不会只能让这些人出来。
来个兄弟，来个兄弟。嗯。来了来了。走了，我不赢了，不赢了。完了，你没了。我倒下之后再出一个。不要慌，战神来了，兄弟们。九月。小心。我在你背后。哎，好，哇，你这操作，哇。哎，这个人太肉了呀。完了，哎，我，哎呦，来了，可以，能杀吗？666，中路，哇，这只钩子太猛了，好猛啊，九月，九月，你能告诉我你刚才卡九月，你刚才卡那个吕布的一技能，你是想着的还是说缘分到了啊？你九月有没有兄弟？九月听到了吗？你刚才卡。他第一刀不也砍不死我吗？哦。他第一刀又不是真伤。哎，两个能一起打吗 ？OK。一波了呀，中路一放一波吧。哎，我好像也看过那个，他不是，他说他是三路兵加不是，是三路加两个炮车吧，不能所有兵都吃了。哎，非常的准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力无虚发七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怎么说、啊？完了，兄弟们，没了。我感觉不太行啊，张飞。啊，西河，我听你吹了一整局了，这感觉进去也不是那种进场不让别人爆炸的效果呀。完了，兄弟们。你就听到西河从头吹到尾，这进场感觉也没大效果呀！啊，西河就不停的吹。下路还塔还差两下，我感觉你那个黑切有点那个呀，你那个黑切换成血手不是感觉好一点吗？你勾了个大哥，别搞呀！完了，到我脸上了！哎，别呀！
哎，世辰要瞎勾，别勾，别勾个爹过来呀！没有飞头要我在救助呢，救助没过呢。好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，别浪没了呀！他怎么敢这样揍我？我看他惯了。两波线有两波线。两波，第一波别着急啊，第一波先给他搞定。中单快攻了。你也关心配合一波。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。绝对绕，绝对绕。你这成型成的太慢了呀！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九月！好像偷掉了呀！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